说，从陆地到天空，能够翱翔，很幸运了。他们却说，从天空到天鹰，凌霄出击，才是荣耀。即使向前，整个带弹毫不退缩。出击是向上，紧盯空天，傲视云端。出击是向远，瞄准劲敌。海天利剑。This is TRA Air Force DD. You are about to enter the Chinese airspace. 6 meters. 出击是巷战，以必胜之心迎必胜之仗。剑锋所指，为战而生。天鹰劲旅，出击。